这里是市列逐级户营罗绮的富庶之地，人丑物攘，商肆连绵。这里是山色川光南国天，珠峰千仞绿江前的茶香胜境，山川形胜，风物秀美。这里是桃社重重已岸开，周帆日日必将来的瓷都名城，历济天下，万国来求。这就是浮梁。乍听浮梁二字，你也许会觉得有些陌生，但你应该会记得白居易《琵琶行》里的那两句诗：商人重利轻别离，前月浮梁买茶去。浮梁这个古城与大多数人的第一次见面，大抵就是在这首《琵琶行》里。然后浮梁这个名称开始广为人知，但事实上这个古城出现的时间比《琵琶行》还要早。早在东晋时期，朝廷就在昌江之南设立了新平县，这是浮梁最早的得名，迄今已有了1000多年的历史。这1000多年来，它就低调地坐落在有着无头楚尾、月户闽亭之称的干婆大地上，历经风雨沧桑，却仍让人止不住地唏嘘追忆。那么这个新平县最后是怎样成为浮梁的呢？这其中是否有着鲜为人知的陈年轶事？相传在浮梁还是新平的时候，有一次山洪爆发，冲毁了建在孤岩的浮梁县衙，连县衙的屋梁都被冲走了。于是县太爷准备重建县衙，他派人从深山里砍来一棵大树，用作县衙的大梁。可谁知刚驾马，又发起大水来。县太爷心想，也许是孤岩这个地方建县衙不利，便焚香祷告，求签问卦，结果得出一卦，卦语为随梁而去，梁亭即亭。于是县太爷赶紧吩咐衙役准备好一只大木船，不久县衙的大梁果然被大水冲走，县太爷立即率众乘船紧随其后。大梁先是飘到浮港的广明堂，在岸边停靠了下来。县太爷四处打量了一番，见这广明堂地域广阔，又恰好位于全县中心，县衙建在这里还真是不错。不过仔细再看，发现东边被山挡住了，县城只能在北边、西边、南边开城门，有点美中不足。正踌躇间，大梁忽然又离岸继续向前飘去。县太爷命令手下驾船跟上，大梁继续飘着，一直飘到了现在的浮梁旧城，方才停下来，不再往前。县太爷率众停船上岸，环顾四周，只见此处依山傍水，风景秀丽，西北山高，东南开阔，果然是个好地方，便决定将县衙建在这里，并仍用此木做大梁，因此县名改为浮梁。历史上的浮梁尤以茶叶和瓷器名冠天下，
唐元和年间，浮梁每岁出产700万坨，税15万贯，占了全国1/3的茶叶市场。到了公元904年，婺源、德兴、祁门县之茶均在浮梁集散。茶瓷不分家，二者同为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竞相争艳的大宗出口货物，一直是紧密相关，相互促进。而说到瓷器，就不能不说景德镇。景德镇和浮梁之间其实有着一段有趣的历史渊源。唐代的时候，景德镇并不叫景德镇，而是叫昌南镇，是浮梁县下辖的一个小镇。当时浮梁县昌南镇的制瓷业工匠霍仲初，陶玉所制的陶瓷精美绝伦，有假玉器之称，被当时人称为霍窑瓷和陶窑瓷。宋代真宗皇帝因欣赏浮梁县昌南镇所产的瓷器，将其年号赐给了这里作为地名，以昌南镇为景德镇。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皇帝将其年号赐给一个地方做地名，从此景德镇之名誉满天下，被称为世界瓷都。据传说，中国的英文名 China 便是昌南的音译。历史上的景德镇一直归于浮梁管辖，到了近代才倒了个个儿。因浮梁县水土宜陶，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，它一直是全国的制瓷中心。元代朝廷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瓷局，专门烧制宫廷用瓷。明代在景德镇设玉器厂，清代又设玉窑瓷厂。至此，浮梁的制瓷业达到了顶峰。茶叶、丝绸、陶瓷，中国古代的三大国际贸易，浮梁就占据了其中两桩，故而这里的贸易体系十分发达，货物集南北，人口逾100万，八荒争凑，万国咸通，曾创造了浮梁涉洲、万国来求的辉煌盛景。其经济发达程度可见一斑。重要的经济地位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民的富足和社会的繁荣，还有政治地位的提升。因着经济的发达，浮梁自古以来就是名门望县，其县署品级为5级，高出一般县署2级。这样特殊的规定其实是有一番原因的。在当时，闻名于世的瓷都景德镇归浮梁县所辖。景德镇为皇宫烧御瓷，朝廷派出的督陶官起码正5品，也有3-4品的官员到景德镇监督烧瓷。然而，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，正7品的浮梁县令是不能直接向督陶官汇报工作的。于是浮梁知县得以亲自正5品衔。除此之外，浮梁地处皖浙赣交通要道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，贡赋多且杂，正7品的官衔远远不能满足当地的政务需要。
另一方面，景德镇瓷业工人来自全国各地，鱼龙混杂，矛盾频发。本县知县高于邻县良品，就容易协调处理民间的纠纷。正因如此，被称为七品芝麻官的县令才能得到正五品衔，而浮梁县衙也得以从七品跃到五品，成为中国品位最高的县衙。浮梁古县衙的历史自然没有浮梁县那么久，它建于清道光年间，占地6万多平方米，房屋300余间，比一般县级衙署规模大得多。它是我国唯一保存完好、县衙级别最高、建筑规模最大、建造时间最长的五品县衙，也是全国仅存的几处古县衙之一，故有中国第一古县衙之称，和被誉为江南第一衙。由此也衍生出了浮梁除茶文化、瓷文化之外的另一种文化——官文化。浮梁的官文化都浓缩在了这一方县衙建筑里，县衙就屹立在古城中，历史悠久的古城布局形似八卦，城墙高1.6丈，宽丈许，全长20余里，是历代浮梁县志所在。据浮梁县志记载，它始建于唐元11年，历经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四朝，至民国4年，经历了长达1100多年的风风雨雨，期间几度损毁，我们已然见不到它最初的模样。然而见不到并不意味着记不得。古城里的那条历史文化长廊一直绵延着，伸向古城楼的脚下，它就像一个恪尽职守的史官，将古城的前世今生兴衰荣辱都刻在了那216块青花瓷上。站在他们面前，便仿若听见了那清灵婉转的声音，轻轻哼唱着已经远去的历史牧歌。踏着若有似无的歌声，一路走到了古城楼面前。最初的古城楼已经在历史的洪流中残朽了面容，后人小心翼翼地保护修复，我们才能在千年后看到它的完整模样。岁月侵蚀了它的躯壳，却把它的灵魂完整地保留了下来。它带着古朴而深远的气息，留在这个已然不属于它的太平盛世。古墙的墙身由一块块古砖砌成，因着风吹雨打，砖面已经有些凹凸不平。城墙上3座城楼巍然耸立，飞檐翘角，气势雄浑。曲线流畅的屋脊上趴着一只只脊兽，它们数千年如一日地注视着这座古城，见证着这里出现过的帆船云集、游人如织、车水马龙的盛景。即便这些盛景已经离我们相当远了，上城楼便见城楼的廊柱已经褪去了它原本的颜色，弯弯翘翘的檐角下挂着一个个八角铃，风吹灵动，悦耳清脆。
一下子便把人拉回了那个古老的年代。彼时正是一番俯瞰全境如焚火，三千炉灶一齐熏的景象。举世闻名的瓷器就从这袅袅烟雾中走出，去创造属于它也属于中国古代贸易的辉煌。景德镇是世界瓷都，而浮梁则是瓷都的源头，这注定了它会和陶瓷有着斩不断的情缘。后世的人为了追忆这种情缘，耗费了一年的时间建造了这座瓷坛。外圆内方的瓷坛体现着天人合一的儒家文化色彩，瓷坛中心的擎天瓷柱凝聚了多方心血，1678公分高的柱身傲然耸立，带着一股睥睨天下的气势，向来人展示着他的举世无双，独一无二。他的身边，八根色彩碧绿的瓷柱和他交相辉映，晶莹剔透，宛如美玉。再往前走，便见在一众粉墙黛瓦中，一座红色的古塔高高耸立，挺拔的身姿和肃穆的面容颇有些高不可攀的孤傲。这孤傲不会让人心生不满，仿若它天生就应该是这样。事实上，这座塔也确实有它孤傲的资本。塔是1000多年前的塔，能撑到现在已是风烛残年，老态龙钟了，但这丝毫不影响它江南第一塔的地位。塔的塔身用青砖堆砌，以石灰、糯米和红泥混合做浆，年代一久，浆里的红泥被雨水冲刷而出，染红了青色的石砖，塔就变成了红塔。这也算是大自然的一种造化吧。相传这塔还救过朱元璋的命。鄱阳湖之战，朱元璋败，逃至浮梁，躲进红塔才逃过一劫。朱元璋登上帝位后，下旨修复瓷塔，但不知瓷塔的名字，便对大臣说，救我的是一座红色的塔，从此这塔便叫红塔了。进入塔内，光线从门洞射入，可以看见斑驳却依然坚固的墙壁，他们沉默地诉说着那个年代的传奇，把时代的风雨和沧桑说给后人听。一路呢喃，一路感怀，再抬眼的时候，我们已站在浮梁县衙的大门外了。地质已废，衙署犹存，浮梁县衙命途多舛，屡建屡毁，我们今天能见到它实属不易。它的大门前是一方罩壁，用来挡风和辟邪。五品县衙的罩壁并没有繁复的花纹，图案简洁大方，每一幅都寓意深远。为官者让匠人师们绘有道蝙蝠、莲花、如意云等文图，道蝙蝠取谐音，寓意道一地，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莲花代表着公正廉洁，整座照壁
就如整座县衙一样，充满了浩然之气。赵壁的后方便是县衙大门了。徽派与赣派相结合的风格让人眼前一亮。江南第一衙成片的瓦屋顶和鳞次栉比的马头墙，历经了千年的岁月沧桑，那些过往的权势和威严已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消失无踪，捡不到，寻不回，只留下这些青瓦白墙的建筑，在时代的疾风骤雨中回忆着过去的荣耀和辉煌。县衙的大门很是平平无奇，两侧的院墙呈外八字伸展，状如张开手臂欢迎百姓前来，有政通人和之意。衙门的东边高悬着一面鼓，鼓面已经有些磨损，古时候的人们有了冤情便会鸣冤击鼓，鼓声响起，知县便要闻声升堂，然而这鼓自是不能随便击打的。清朝法制严苛，等级制度森严，随意击打鸣冤鼓或者越级上诉皆会受到惩罚。这种等级制度在进入大门后存在得越发明显。且看位于县衙中部的仪门，一条笔直的青石甬道一直延伸到仪门门口。仪门两侧是县衙征税的各部，仪门共有三个小门，正中央的那个门只有县令和高级官员才能通过，东侧的门是一般来访人员的通道，西边的门则是囚犯专用，等级分明。走过仪门的院落，这个名为清民堂的大堂就如我们在影视剧里见过的那样，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单方面地和他见了多次，但等到了真正和他面对面的时候，才深切感受到了那股威严肃杀的气息。整座大堂未施油漆，雕刻简朴，没有多余繁荣的装饰。木质结构的大堂在岁月的摧残下，外表已经有些泛白，这让它显得有些老旧，却愈加的古朴深邃。大堂的梁柱未用一丁一卯，却是百年不朽，金石坚固。大堂内回避肃静的牌共四面，呈八字形排开。大堂中央的上方悬挂着明镜高悬匾额，知县座椅静静地立在大堂中央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曾有许多权臣坐镇于此。座椅后方的墙上是一幅海水朝阳图景，海水清澈宽阔，朝阳生动光明，这并不仅仅只是点缀的作用，更寓意着知县审案时就应光明磊落，清正廉明。吏不畏武严而畏武廉，民不服武能而服武功，功则民不敢怠慢，廉则不敢欺。这是为官之人应有的品格与节操，而这样的清正廉洁之气在这座县衙里随处可见。最为明显的便是那一幅幅楹联了。县衙里的楹联非常之多，很是值得细细品味。就拿二堂来说吧，这里是处理一般民事案件和接待上级官员的地方。
堂里的柱子上写着一副楹联：民心即在吾心，信不易服，敬而恭，先慎而独。国事常如家事，力所能免，持其平，还浊其通。这是清代吕岳仓在奉化做知县时写的，大意是说，为官者理应体察民心，自我监督，保持良好的品行，对待国事应同对待家事一样，尽力去做，公正对待。这样的自我劝诫，即使到了生活中也依然没有停止。县衙的三堂是知县和其家眷汇聚的地方，两侧各有一间厢房。这大堂中央的匾额上书清、慎、勤，以警戒自己要做到清正廉洁，谨慎处事，勤勉政务，造福一方。它的两侧依然贴着一副楹联：独立苍茫自忧民，侧身天地更怀君。这副楹联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知县上负帝王之托，下系百姓安乐，自是要做到不负天子之恩，不失人民之望。民非政不治，政非官不举。想来浮梁官员若使心术不正，中饱私囊，鱼肉百姓，浮梁断不会有他辉煌的历史。庆幸的是，这里迎来的大多数都是清正廉明的好官，他们留下的清廉之风也得以通过这座县衙留存至今，成为廉政文化的一个缩影，谁又能说不是万幸呢？走出县衙，只觉内心一片清明通透，古城里静谧依旧，依稀可以听见清脆的风铃声，悠远的清音遵循着千年的诗词韵律，在这古城的街道里百转千回，企图唤醒对昨日奢华的追忆。逝者如斯，流年空许，王朝的背影已经随风而逝，唯有历史的记忆散落在大街小巷，他们将陪伴着这座寂寞的城，永远，永远。